望住呢个唐记包店呢个位置，就落到正系呢个嘅黄大仙啊，咩双凤街啊、银凤街啊、乜凤街、乜凤街呢头啦，呢、這个环凤街啦。咁啊，呢度全部都系街市位啊、食肆啊，好聚人嘅呢个位置啱啱好。之后落出嚟下面呢度，呢、這个就附近已经系个街市位。呢、這个唐记包店位，望下成老大啊，好嘢啊！最后尾呢个唐记包店嘅铺，再转个圈望望先，附近呢度个环凤街啦，你知道侧边嗰间嘅来多客咧，就成交咗3,300,000啦。市全啦嚇，咁啊未睇註冊唔知呢個唐記包店，望望啲上面。早晨咧，哇！唐記包店點喎？就2014年高峰位買入嚟嘅時候咧，3,110,000啦，咁啊而家都賺40%，走4,380,000成交，算係咁啦。如果擺咗喺銅鑼灣啊、尖沙咀啲蝕唔止40%添啦。咁啊呢個而家朝頭早10:01啊，就2021年嘅11月28日、29日啊，總之係星期一啦，總之朝頭早啦。咁就講下呢個唐記包店喺呢個黃大仙環鳳街，攞睇嗰條片㗎啦。業主有報放手，記住揾我，又努力地賣緊貨，每個月賣5,000,000部、5,300,000部啊，咁啊揾我啦。咁啊，建築面積1,000尺呢個唐記包店啊，就門闊大概15尺，深大概55尺到啦，租金就係115,000元，去到2021年嘅9月10日，續租咧就大概係呢個租金應該係125,000元，去到2024年9月咁嘅，成交咗大約咧4,380,000，我公司都有還過價，不過就總之鋪埋曬明啦，唔係靚就買啦。咁啊，回報3.4厘，喂，唔錯啊，真係唔錯嘅呢個位。咁啊，我感覺呢個真係4,380,000，黃曬先呢個位行落去咧都幾聚人下嘅。咁啊，輸到人來人往啊，包店呢啲位，今時今日社運肺炎，世界末日都啲食包店咯，實收到租咯，點啊呢個位？3.4厘回報，感覺咧一個都係一個唯一係4,300多萬擺黃大仙，日頭甩手就比較難啲。咁個都六分位嚟嘅，一個六分位嚟嘅。原本業主就2014年5月就用3,110,000買入啦，五分之一、十分超平、一分片落啦。咁就我感覺呢個真係今時今日呢個靚位嚟噶，咁啊好聚人嘅民生位。唯一就係黃大仙咧，有時你想沽翻出好多啲投資者唔熟嘅，一聽到黃大仙包括我坐落嘅時候都唔知點咁咯，擺1,000,000-2,000,000冇所謂咯，擺4,500,000-6,000,000嘅時候就唔知點咁咯。你唔係擺黃大仙咯，即係你買豪宅你買山頂咯，咁買豪宅擺5,000,000擺黃大仙，咁擺1億買個黃大仙嘅複式頂層單位，你唔會咯，唔知點咁咯。但係呢個靚鋪嚟嘅，從收租層面嘅時候，這個實租出咗呢啲位。作為一個成交比較啦，咁側邊嘅時候咧，有間鋪頭咧叫做來多客呢個餐廳啊，左邊半間嗰時候同你拍個地片㗎啦，就成交咗3,180,000，嗰間3,180,000，嗰間位置差好多，嗰間就建築面積950尺到，咁啊我錄過條片㗎啦，就環鳳街40-44號呢個海紅大廈地下 B 鋪咁樣啦，咁啊所以嗰間嘅時候，如果成交得3,180,000，呢間4,380,000呢個位真係靚好多，冇得頂，兩個人流嘅時候爭10倍啊！咁所以個我感覺咧，呢個六分位嚟噶，呢個靚位嚟噶。嗰間賣到3,180,000，反而我 surprise 添。咁啊 ，anyway， 好啦，各位買家，咁啊呢個靚鋪嚟噶，業主有啲咁嘅質素嘅鋪就靚鋪就繼續揾咯，各位買家。